达达是躲起来，但我先去躲啊。我数一个三十秒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杀你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林。嘿嘿耶！对，你们呢？看到这个影片呢，就是我们要搬新家，是新的工作室。Yeah， 新的工作室，而且呢，工作室很美。可是我们有一点依依不舍啊，就是要道别我们俊的工作室。对，我们这边呢就话不多说啦，我先跟你们讲哦，就是我们这个 vlog 形式呢，会用我来玩捉迷藏的方式呢，来介绍你们新的工作室的环境。是的，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个猜拳啊，然后我们在里面玩捉迷藏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环境是怎样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好啦、yeah.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现在就收这些灯具啦，所以我们就要搬去新的 studio。这样心情兴奋吗？舒服，舒服一点累吗？那时候很多，他这些器材全部要折起来。对啊，我们器材不是很多啊，就把它放好之后。对，然后我还要收掉那些玩具啊、道具啊，还有这些娃娃东西，所以我们加油哦。对，这个来打，这个来打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拜，兔仔回来了。我先搬过去哦。好，再见。现在呢，这个游戏要开始啊，然后我就先在外面等达达去躲起来。OK， 让我先去躲啊。对，你先去躲，我在外面等。数啊，赌我数一个三十秒。OK， 好。OK， 让我去啊。OK。这里一个窗口，我从那里窗口跑出去，我去躲。哦，有点难处。然后我把这个窗口关起来。我把这个窗口关起来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OK。这里其实是一个阳台。看到吗？对面的阳台看到吗？我就躲在这里。二九三十 ，OK， 现在达达去躲起来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我的任务，还有行动，就是要去抓到达达。但是我会顺便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工作室啦。来 ，Let's go， 这就是我们的大门口，然后进到去呢，就是有我们的客厅。哦，还有大婶。这样 OK， 等一下我介绍。是没人怎么了？那首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客厅，噔噔，就是这种啦、啊，有没有好像那种韩式的客厅，就是很美的，很霸一下。OK， 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二厅，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很快破？然后外面都是晒衣服的，对，然后还。所以我就上来先看一下有没有找到的，你在这边。达达的确是没有跑上来，是在这里。不懂，过来下来。干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达有没有在这里？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草地啦，是真草来的，那边也是有一大片。对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准时的浇水，还有我们的在吊衣服的、晒衣服的东西啦。OK。这里肯定是没有达达的影子啊！来，现在我们就来厨房。我们的厨房是还好的啦，没说特别大，但是就是可以装很多东西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盘啊碗，还有零食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来到我们的房间。你看，它是在这种楼梯下面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钱，所以我们只能住在这么小的房间。来，带你们来看。那它的灯呢是在这边打开的，所以来喽，噔噔噔噔噔，嘿。开玩笑的，不是我们的房间。OK， 这是储藏室，然后更多是可以放。这太小了，这真的太小了。它没有在这里，没有关系，还有另外一间房间，来省电，来 ，Let's go。这是，哎，厕所。好了，会不会躲在马桶里面呢？
不懂，就是摄影棚，对，给你们看。噔噔，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装修啊，还没有弄的一个小房间。这个呢，是我们接下来每一个月都会做不同设计的一个摄影棚啦、啊。是在这边的一段。我的今天的任务呢，是要找出老公，他会不会在那个看电影，我要不能躲在这里。Oh no! OK，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，我会躲在大婶的房间，因为大婶的房间很大间，大婶比较有钱嘛。是有一点紧张啊，可是我觉得他一百八千抓不到我，他这样傻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傻子很傻，没有脑子，为什么吗？还要躲，还跟我先打开那灯跟那个冷气啊，还有那个风扇哦。哇！所以我跟你讲，不用担心，他肯定一百八千就在这里。厕所，厕所没有。现在我这边很明显，一看进去什么都没有，看到了厨房，也没有在这里边点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剩下最后一个地方，他躲在那边呢。我跟你讲，他肯定傻到爆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那边你知道多热吗？他躲在那边，我们再来看他多冷。来 ，Let's go， 我要开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啥你弄在外面？糟糕了！躲在这里了，他真的找到我哎、欸！肯定找到你了，你躲在这里，来来来，这种傻白的人躲在外面，极热哦。热哎、欸！来，拿过来。我找到你了，所以今晚你要请吃。我们一走，一个地方一定会躲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种傻白的人躲在这里，你来爽吗？躲在这个地方，去什么？你看了，耶！哇，好热、哦！我的任务完成，我找到达了，所以今晚他一定要请我吃。有吗？任何一个我想吃的。OK， 接下来我再来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来，我们玩石头剪刀布，谁输的就直接跳海，跳水，抽你，谁输了直接跳水。对，
了。我玩石头剪刀布，输的直接跳水，水很冷，没有的停留啊，没有的这样子慢慢脚下、啊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翻出这个跳海龙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三个出，你们两个。哎，这是我昨天还第一个出的题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真的是好在狼人杀里面打。直接跳水，没有的，没有了吗？完全没有了吧？完全没有了，没有的赞，没有的赞。